你什么时候去洗澡？啊？我想先等小雨到。那我去通了。下水道我通好了，你可以洗澡了。你不是没吃晚饭吗？想吃螺蛳粉吗？什么味儿啊？螺蛳粉。哦，是。你去旁边等吧。为什么会突然做螺蛳粉呢？你昨晚不是没吃饭吗？那也没有人会一大早就吃螺蛳粉吧？哦，那我去买粥吧。哎，不用，你坐吧，我吃，我去旁边等。马上好。你不吃吗？我在外面吃过了。你尝尝，你尝一口。你不吃啊？不吃，我吃了啊。
龟呀、啊。嗯。你看着我吃，我有点尴尬。我当你吃完洗碗。龟呀、啊。嗯。你要不喜欢这个味道，可以先回房间，我自己吃完会收拾的。没事，一碗螺蛳粉而已。好。归一啊，我你是不是喜欢我？归一啊，我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我的意思说，你是不是偷看了我那个表格啊？啊，算了，也可能是巧合啊。是。真的是巧合。是，我喜欢你。所以呢？所以什么呀？所以你喜欢我吗？如果还是定居，擦肩撞出甜蜜，让我平静的心泛起涟漪。天气，天晴或下雨，全凭你语气决定。你逃避还是入侵？为何若即若离，总是在不经意就能偶遇？牵你的呼吸，看你的神情，能不能感应？想猜一猜你的心。